各位朋友，我姓陈，是一位中医中医师。今次我要向你们示范怎样去舒缓你的胃痛。现在请你拿起一枚陈氏工具，或者一把陈氏疗铲，或者一支原子笔，或者一只筷子，或者一支牙刷，跟着示范的图片一一细心地去学习啦。在胸口肺脏磨划30至40下，在心脏及双乳房磨划30至40下，在胰腺磨划30至40下，在肝脏磨划30至40下，在胃脏磨划1至2分钟，在左手臂底磨划30至40下，在右手臂底磨划30至40下。在胃脏磨划1至2分钟，在肚的左边磨划30至40下，在肚的中间磨划30至40下，在肚的右边磨划30至40下。
在胸口肺臟磨滑30至40下。在心臟及雙乳房磨滑30至40下。在胰腺磨滑30至40下。在肝臟磨滑30至40下。在胃臟磨滑1至2分鐘。在左手臂底磨滑30至40下。在右手臂底磨滑30至40下。在胃臟磨滑1至2分鐘。在肚的左邊磨滑30至40下。在肚的中間磨滑30至40下。在肚的右邊磨滑30至40下。